跟世界美食老板聊天嘛，然后他就说现在做餐厅要做就要做中央厨房的餐厅，就像这个蛋，他们的蛋糕有没有？这都不是他们做的，是中央厨房做的，看起来超好吃的。因为我最近要开店，所以我原本想说公司就有咖啡嘛，就顺便卖咖啡。左边珠宝店，右边卖咖啡。房东说只能做稳的，不能做餐饮，所以就放弃了。但也好，我的装潢师傅也说珠宝跟吃的不要放在一起，拉低格调，最后就放弃了。世界美食老板他说要赚钱的话，就是老板不用顾店那种，把整个 SOP 做出来，然后中央厨房化，然后分配到很多地方，别人去帮你卖。对，老板不用做事，他说这种才是会赚钱的。然后还有开店就是喜欢喝咖啡不用卖咖啡啊，喜欢潜水不用当教练，就不管做什么还是做自己拿手的事就好了。你在云北我住西汉，大家拢叫我赞助，听说你就用的拳头把你们都 KO。 我的歌都老板在听，台湾股王也买我的 CD。 Where is money? I keep moving, nobody can stop me. Fuck it, I roll it. 人家做头家，你真正头卡派去咧讲笑话，没落泪还想学双飞，你卸下品牌个飞